去就要大婚礼了，我大概快。
贵宾们，大家等一下离开的时候呢，请从我们入口的地方离开。我们的卡片写什么呢？我们的卡片短暂相聚，无限怀念。来，谢谢。生意顺利，感情如意，若心中有苦，回来龙岗，我们养你。我们今天的长接宴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所有贵宾给我们的支持跟配合。今天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批评跟指教，我们一定可以越办越好的。我们魅力金三角呢，有一群非常热情、正直，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的美食，能够生根在我们这块我们立足的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每年都非常努力，也非常的用心的来办我们每一个的活动，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后，还是跟我们的左右邻居、我们的芳邻们说一声对不起。一天的活动造成大家很多出入上的不便，也造成大家很多生活上的干扰，谢谢大家对我们地方发展的支持。福音这边代替我们魅力金三角地方特色产业协会所有的会员们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我们今天的长接宴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年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如果大家觉得还吃不饱喝不够，我们的露天小酒吧会营业到9点，会营业到9点，就在我们前右左前方的小舞台，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坐着休息一下，喝杯酒，谢谢大家。来，看这边。OK。谢谢，看这边，我走一起啊，王总一起，王姐，你的忙，王总。